谢大家。哇塞，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有没有听到我沙哑的声音啊？你们知道吗？为了今天晚上的这一场盛会，我已经连续呢呼喊了一个礼拜以上的尖叫了。所以呢，因为这样喊一喊，我的喉咙就沙哑了。那今天所有的朋友，你有没有为今天所有上台演出的每一个朋友喊出你的尖叫声呢？还不够大声？表演者，你们满意今天的尖叫声吗？我们再给我们所有的表演者再一个最棒的尖叫声给他们，好不好？见得呢，金门的朋友还是非常保守的哈，还是非常非常避暑的，对不对？好，没有关系哈。那呢，真的今天各位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哦。我首先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今天所有来参与的每一个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们，请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呢，为了这一场的庆功宴，让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为大家呢这样的支持，这样的鼓励，我相信今天各位的这种支持鼓励是给台上所有的受身的每一个演出者最棒的一个祝福跟鼓励了，你们说对不对呢？对。那呢，我今天呢也很谢谢呢我呢三对父亲都坐在这里，当然呢一对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年纪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他们还坐在这里，他们今天好高兴哦。再来呢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呢也特地一定要来支持一下的，还有我的干爹干妈，三对父亲，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还有我最爱的老公也来了。那当然呢，最重要呢，真的是要感谢安利公司，真的各位朋友，真的今天的这一场会议，各位有没有觉得很震撼？有。您觉得呢？公司这么用心，租了这么豪华的场地，然后呢，那个来了这么多的公司的高部门的主管，今天都坐在评审席内，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啊！太感动了，对不对？对。最感动的还有我们的门市的秦主任。这场盛会风尘仆仆的从台湾赶回来，还有我们的 Terry， 我们的主任，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主持的棒棒，要不要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太棒了，对不对？那呢，刚刚呢有没有看到我的照片？有哈，现在还在那里哦，各位，这个刚刚呢。看到我的照片，有没有觉得很惊讶？有。要不要看看我之前的大妈的样子？有。哦，各位，这个大妈再给大家多看几秒这样子。各位，去年三月以前，我大概就是这样的身材哦，刚刚大妈的身材。去年三月份以前，那到现在大家知道多久的时间吗？多久的时间？一年半左右啊。我也要感谢安利公司，因为公司的瘦身、公司的曲线管理，
让我从大妈的身材、大婶的身材变成年轻的身材了。各位，我还没瘦下来以前，我都不觉得自己是胖的，我都觉得自己还身材还不错啊。好，还没瘦身以前，我都觉得我不需要减肥喽，我也不需要参加什么瘦身啦，因为我觉得我走出去身材蛮挺好的。大家是不是都有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对不对？但是呢，是什么时候呢？觉得自己身材真的有这样吗？就是呢，当自己蹲马桶的时候，发现了，满了。各位知道满了吗？坐下去满了。然后呢，再来呢，先生呢，开始呢，有意无意的跟我暗示说，老婆，你的这个，他的意思说，人生啊，愈来愈大声咯，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有同感的欢呼一下。有没有被老公说你的人生越来越大声了？有。哇，各位你知道吗？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只有38公斤哦。那时候我的先生跟我讲说呢，老婆你下雨天了不用带雨伞。我跟他讲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可以躲雨缝，你可以穿雨而行哦。可是呢，后来呢，不知不觉自己的 S 腰慢慢不见了，变成什么腰呢？直筒腰了。有没有啊？我看台下好多的妈妈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多的女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身材不知不觉的走样了，有没有？从 S 小蛮腰到 A， 到怎么样？到 X XL 号的衣服，通通都搬出来了，对不对？各位相信吗？我在大妈的这样的身材，我的衣服呢，甚至穿到 XL 号的衣服了。各位，是不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呢？那各位，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来瘦身吗？因为当有这些暗示的时候，你还不觉得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都觉得自己还蛮好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呢，真的就是有那么一个动机出来，就是安利公司。感谢安利公司举办的曲线管理，我就是在1年半以前有机会参加了安利公司邀请来的泰国的一个老师，在台上讲他的故事。那个老师是男的，61岁，先播出他100多公斤的照片，然后呢，再播出他因为了要减下来不惜去抽脂，然后到身体坏掉的照片，讲述了这个故事。到后来，当主持人介绍这位老师出来的时候，61岁的他，脚呢就像后面的年轻人站的脚这么的细长，然后呢穿着西装笔挺的，我那时候呢非常的震惊，怎么这么感动呢？后来这个老师讲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他呢就在台上说，1年半的时间，我帮助了3000多的人瘦下来，我感动了。我觉得怎么会这么震撼呢？1年半的时间帮助3000多个人瘦下来，是这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多么感动的故事。他说呢，帮助了好多人重拾健康，把健康通通都找回来，把高血压、心脏病，甚至呢好多呢腰酸背痛，甚至呢可能关节不是很好，通通都改善了。当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好震撼哦。所以各位，
我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报名了参加减重，然后呢，从金门的这块土地上，当初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能啊，减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可是各位，今天你看到了，会痛苦吗？会。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没有很开心？有。有没有很快乐？有。有没有很喜悦？竟然没有这么恐怖，也没有那么痛苦哦。各位你知道吗，我去年先减下了身材，当我呢只是透过安利的这些这个曲线管理的这些产品，我竟然瘦下来了。那我当时呢，我就觉得很震撼，因为呢，各位，在我中年这个身材，我中年哦，五十几岁了，一样试看试了我们的产品，一样有效果。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玩一玩就瘦下来了，动一动就瘦下来了。各位，刚刚所有的每一组每一组上台，他们呢是不是呢都有秀给大家看呢？你知道吗，今天呢好多的组别都是去年他们都有瘦了一些了，然后今年继续在报名。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震撼？他们说了，一看到安利公司的标准，三公斤的体重，或者是2.5磅的体脂，或者是呢骨骼肌力1趴，他讲，我们所有的队员都讲一句话，懒散嘞哦，就是太简单的意思就对了，觉得三公斤好简单哦。可是呢，今天所有的朋友，我相信呢，你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呢你的朋友可能呢都很伤脑筋，可能自己的这个体重要怎么瘦都瘦不下来，对不对？对。但是呢，各位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瘦下来，如果假设你要很简单瘦下来，各位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听说我们的这一场活动呢，我们的这个曲线管理，因为呢做到全省第几名？第一名。第一名哦，金门是第一名哦。对。各位你是金门人哦。对。有没有很荣耀呢？有。有没有觉得好赞哦？有。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掌声啦？我们金门人好了不起，对不对？哦，所以呢，真的，我想啊，真的很谢谢安利公司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因为真的为了这个瘦身，他们呢需要付出都更多的人力，还有财力，还有物力。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他们要一趟趟的来金门帮我们做报名，帮我们做验收，而且还告诉大家，哪怕是一梯次只有一组报名，公司职员一样飞过来的哦。有这样的公司吗？真的很震撼，对不对？要不要再给我们公司的职员一个热烈的掌声？太震撼了哦！所以我想说，真的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真的，我今天代表我们齐心，代表我们的万众一心，在这里呢，真的感谢公司这么用心的为我们表扬这一场。那呢，听说呢，因为我们呢实在做得太好了，所以安利公司呢有可能会在为我们呢再设计一个比赛的办法哦，曲线的管理哦，请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好。那呢，原来我们金门是一个瘦身的沙漠，真的没有人觉得瘦身很简单，甚至呢，真的觉得没有想，没有，也没有人可能相信瘦身就是一个机会，瘦身就是一个市场，脂肪可以变成你的收入，脂肪可以变成你的财富。也许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今天大家看了这场盛会，也许呢可能勾勒出你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今天所有的朋友
朋友，多简单的就可以瘦下来的。我相信呢，今天通过这么多人的见证，你一定更有信心的，好不好呢？好。那我今天呢，再一次谢谢公司，我的分享到这里。希望呢，我们金门本来是一个瘦身的沙漠，可不可以透过你我一起来带动，我们把金门打造成一个瘦身的绿洲，好不好呢？好。把金门打造成一个瘦。